我们开创我们的新里程。谢谢我们高雄双龙说呢，就在这个节拍戏呢，开创我们新的里程。我们现场的贵宾朋友，是不是我们以热情的掌声？谢谢。高雄双龙说的这个新建工程，那从我们是从102年就开始新建，那因为中间在大概103年的时候遇到这个高雄气爆。那相关的这个城商就曾经无预警倒闭过一次。那接着这个工程在大概闲置了2年之后，大概在105年的时候，我们再度这个成功的这个找到这个委办的厂商，所以继续我们这个后续的接续工程。那一直到去年，对，就是107年10月份，我们才完成整个后续的这个整个工程的验收，啊，以至于我们到10月底我们的人员建筑。那到今天的揭牌，那大概的状况是这个样。我们专案的对象，目前到今天为止，我们收容了22位，9个男生，13个女生。